新婚思燕与杜江结婚后生下儿子哼哼。夫妻俩曾在2015年带着儿子登上亲子综艺《爸爸去哪儿》，妈妈是超人，收获大批观众喜爱。如今嗯哼已经9岁了，霍思燕也不时会在社群平台分享孩子的照片。日前她就晒出了儿子身穿消防员服装的影片，感叹小孩好快就长大了。不少网友认为嗯哼的嘴部有些突出，感觉是患上了内分泌疾病导致出现腺样体面容，纷纷表示担忧，并建议他尽早带儿子去就医。对此霍思燕无奈澄清，自己早就带孩子进行过检查，医生说儿子没事。他的回应也引来不少网友为他抱不平，认为外界不该打着关心的名号对孩子的外貌过多评论，只要孩子健康就好。Bye.